穿。前面那个挡子弹的其实很挡视线，完全看不到了。怎样不开哦？这个不是可以绕地图吗？对啊，还是自由开啊？那你？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George。可以啊，可以自由开。那、啊、你不上来啊？那行。上来。上来说这个有点可以绕了、啊。只有一个人不够了。还剩最后一个、啊。没有，有三个炮台，天空那个飞机还可以打。那个是有的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. 跑了哈、哦，在跑。对、欸，狙击手。我们差两个炮台啊！干，已经中弹了。靠背，我死。我屁股中弹了。你可以换 F1继续开啊。你先不要死啦！我要升你啦！我要继续开船。不要死啊！船在地图上不会标出来哦。万圣冲锋！我准备冲出来就是一堆人。他们看到船啊，就冲过来。船又没有很强。这边要上飞机啊！飞机兵哦，有马算了。骑啊！啊！屁嘞 ！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uff. 炮弹都要算弹道哎、欸！撞一下，来哈！看这个大炮打不到人，我靠，马淹死了！哎，我们家有人上来耶！We are losing objective Freddy.坦克还没升，全部都堆在这上面，怎样啊？人家轰炸一下就死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握脑袋说。Losing objective Duff. We have lost objective Duff. 坦克升了、欸，巡航坦克哇，可以部署不同的、欸。
部署一台重型，重生的话，重生坦克一架，五门炮座。打到没子弹，你去死一死啊，生坦克、啊。坦克看起来有点麻烦。敢不敢直接开到水里去？你试试啊，我刚才的马就这样淹死了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uck. 可以。没什么都看不到。有啊有啊。左右都有，有了，拿到了。这会翻车吗？应该是不会的，你不要直接插下去了。这边都没生命。压不到人的，入鬼入鬼，往无畏舰，我们占你所有的点，爽。没有灯，没有灯。好了，还有一台。后面哪里啊？没看到啊。在往低的方向。有台一条越野车。马这样直接打不死。马要好几枪。都满了。Halfway there, we have the upper hand. Victory. 这个敌人应该没有点的话，他会重生在哪里啊？可以选吗？开始头跟尾的地方嘛，对。那他要一路跑过来，他要站最近的点了。射死你！这好像在开船哦，我的两侧炮台都在我的左跟右。乘客助攻。有毒气弹，对啊，这边有毒气弹，吸得很开心。这边他不会怎样，哇哇，无畏舰，哇靠，怎么一发我就死了、啊？人家军舰呢？我还想说开得好爽哦、啊，结果他妈的军舰一发我就挂了。前面、啊、他那个能够在哪里打、啊？我要去干了他的船。没有，他就是跟那个场地的那个车一样，规定的限量，要一直打他。情报，一次五次。谁在游泳啊？有船。
啊，这是鱼雷啊！看看啊，我上你的船看看。鱼雷？没有啊，你前面前后是机枪嘞。我左边掉了一颗鱼雷，右边掉了一颗鱼雷。这种装甲船，机枪的位置好难看哦，铁板都挡住了。绕去他们家点附近呢、啊。有点远，绕过去。他们家点通常都是战区外，没差，跑到外围去啊。看太远了吧？前面有一个友军呢、啊，前面才是他们家。有变白了。我看到前面有战舰呢、欸，那是敌人的吗？是敌人，蓝色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白色的呢。大型的。没有人。那个无叶舰，无叶舰去打了。过去啊。推了哎、欸。我根本看不到人，这视野超级小的。打他打他。没看到船呢、啊。这么大一艘，你没看到？我跟你说，这视野超小，好不好？有啊，在打，你都撞上去了，你白痴！那他怎么打不到我们？好了，我在打了啦。机械巨兽，你换机枪啊！哎呀，再靠，再靠！有人跳海啊！跳什么海啊？怕山小。有人跳海，要爆了！打死了！有人怕死啊！快快绕啊！一直绕着他圈呢、啊。死了，死了，我死了，我还正常哎、欸。好啦，我们再继续去那边打，游泳过去算了啦。好远啊，那我们也好，有这么远。有人说应该用鱼雷啊，没错。有啊，我刚才丢了一颗下去，没有用。没炸到吧？丢歪了。无畏舰在那边支援我们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去啊？干！走那边被无畏舰炸死。哇！点机枪好痛。走啦，开船啦，有船的啦，上船上船，去打去打无畏舰，他那个不能补了啦，就硬轰。你鱼雷怎么发射啊？我是左键。你浪费一颗了，我们只有两颗而已。啊，这不是什么有无限补充补充哦？你看你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啊！烂，妈的！你要装上陆地啊？先开过去。对啊，那可以，感觉靠背前面那是敌人啊。看不到，没事、欸。开另外一艘啦，开另外一艘。他是死了吗？他是敌人。死了吗？不知道，我死了。他没死没死，他在追你，追他了，你要越界了。这声音很不妙。没有啦，那炮弹从头上过去啦，如果打到刀，我们早就死了，好不好？视野真的超差。对，我就跟你讲嘛，刚才说看不见，我就跟你说超差，你不信？哇，我看到炮弹了，直接往上。这鱼雷能够打多远？不知道。对，我刚才也中了。哎，无畏舰好像是爆了吗？他一直在爆炸。打烂他！我打不到了，看到吗？我要转啊！我打爆他的炮台一个。下到另外一边。哦，剩一个。哦。小船打大船。互相伤害。来呀，快开呀！鱼雷会补充啦，我又补充了嘞。是啊。对对对。打了他们。哦，赢了赢了。
鱼雷只能从正前方发射啦，我在侧边在绕的时候没办法打正前方，这是有很多限制的好吗？这鱼雷又不会追踪，有没有开过船啊？现在船太多了，太好用。敌人被屌打，我好像只专门对付不会见的。他那些威胁超大的，好不好？他一发下来，整个据点的人都死光光。这个地方撸下去好像会死。不要动！不要动！别动！撸哦！不会耶，没事。我操！看这是哪里啊？这炮啊！白痴哦、喔！没事没事，这可以推回来吧？推回来了，半东西。有人在玩大炮，对空炮，击到铁，哇，这里都是弹壳。船有三十几发，一堆人都跳光。怕死啊！他好不好？我飞机挂到敌人机飞机上面了，真的真的。然后，我怎么让他被抢下来？我没死，他到底是死了没？妈的！他靠门被拖进海里了。哎，我没死，救命啊！船啊！咬死了！干！万岁冲锋！前面有个队友的船，他不让我上，干！给个机会啊！烂死了！你要自杀，跟我讲一下。白痴我可以跳一下，然后用那个东西轰他。这个自杀攻击不会让他撩血吗？不会，怎么可能？因为你没有撞到下面那两颗蛋蛋。上方是完全不会撩血哦。对。反坦克火箭炮可以中欸，爆了爆了爆了！哇，爽！接下来没目标了，那杀了。那这掉下来会不会把我砸死啊？可能会啊。我突然觉得好危险啊！哇，好酷哦！没事没事，快死了！耶！